众所周知，由刘涛、颖儿、胡可、陶欣然等主演的《陪你一起长大》播出后，观众反响强烈，整部剧看点十足，剧情的设计贴近现实生活，四组家庭设定也很具有代表性，有事业型妈妈带娃、全职妈妈带娃、二胎家庭，为了生计奔波的工薪阶层。可以说，这部剧无论是从人物架构、故事脉络、社会反响上，都有新的诠释与突破。近日，潘粤明在外地参加某节目，有记者向潘粤明问道，如今刘涛的新剧《陪你一起长大》开播了，作为好友的你如何评价？对此潘粤明的回答很幽默，其实我两部都在追，但眼前一亮的当属刘涛扮演的苏醒。现实生活中的刘涛小姐姐就是个炫娃狂魔，和苏醒非常的像，哈哈哈。随后潘粤明调侃，不过如今的刘涛变了，特小气。昨天我看完《陪你一起长大》，发微信问刘涛要剧透，被拒绝了，这也是让网友疑惑。对此潘粤明解释，刘涛说我太宅了，都没有为他的新剧做宣传，人家胡歌就不同，还让我发一个红包给他，他就会勉为其难透露一丢丢，哈哈哈。这原因也是让网友笑翻。当然刚开播就上热搜，就好评不断，《陪你一起长大》真的魅力不小。不过刘涛等演员的演技还是获得了一定肯定的，不知道该剧能否创下佳绩呢？